别再说我这是鸡蛋糕了，行吗，宝贝们？这是纯的牛骨髓牛油，你要蒸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话，它就空了；短一点就成这样了，能看到吗？上次吃个牛骨髓给我吼顿说就是我骗人，哇，巨油。纯髓，啊，鸡蛋糕它也不长这样啊，姐妹们，鸡蛋糕中间都是黄的。还有老有人说我不换道具。就怕你们说我每次把上面这个肉都剔得特别干净，这个炖的就时间稍微长一点。你家鸡蛋糕能这么挂着吗，老铁？它挂不住啊。我加半往里捞捞了，就把它剪上。然后来，我加点了。带辣丝儿的，看到吗？鸡蛋糕是拉不出来丝儿的。这边没有。来，牛骨髓来了。这个牛骨髓漂不漂亮？老过瘾了，这一勺子。哎呀，这真多呀！别往那里捞啊，我不捞，我不明白。我录视频的吗？上次少没够吃，这次又吃拿住了，这个太多了。这骨髓才几块钱一斤，没有必要做假。这回吃了一把能挺四五天不馋呢，上头了。妈妈牌的羊肚包肉又来了，
来点固特辣的香菇酱。哎妈，好烫手！我这家籽籽烫，刚从锅里边逃出来。怎么把牙摔掉了？哎呀呀呀！行，留一个，就是帽结的串串，这个是油碟，然后我超爱吃的墨鱼肠。豆腐吃的时候把里边一个汁水挤出去，毛肚这种放到一起来一大口，有没有跟我一样吃火锅吃串串都特别爱吃豆腐的？我觉得这个东西满汤汁好好吃。这个是小鸡心还是鸭心？好久不见的烤牛肠，
这里边就是一层小肠衣，里边全是油，能看到吗？所以不要轻易去挑战啊。但是很香，哎呀，咬到嘴里都是滋滋爆油。只能吃这些，再吃多上头了，糊糊的，嗯。